你知道我包金吗？这个问题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也不会跟别人说。会很难过吗？我只能跟你们说啊，在我昨天的那个夜晚，我很难过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啊，算了。刚刚有音乐没看到，史蒂芬·佐维可以每月刷小比赛了吗？这个月我会打，我会打。我夏季赛的目标就是每个月小比赛冠军，天敌诚实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很害怕。沙恩昨天找我，我们昨天一起去那个研究一个东西，叫做 poker。我真的是蛮想打，蛮想打的，但我是觉得我现在应该真的是有点太烂了。但我连天梯都拿不到分，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等他把任务解完，没有，我知道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太烂了。对啊，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太烂，因为我三个月天梯竟然都没有分，就证明真的是我太烂，而且没有感觉，就好像没有很专心在打炉石。但实际上我是觉得，我真的打蛮多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打成这样，是蛮奇怪的。那快解完了。应该是自己太烂了，解完我也不知道了。这套是那个啊，张张木。没有任务贼还好，我是没有用任务贼打天梯，就只有打一下而已。我昨天其实蛮认真爬，昨天其实我已经快打回去，是感觉后面就时间不太够，没办法，只能拿海盗站出来敲了。不然我原本是有用那个德鲁伊跟脸打到100多了，可是时间真的不太够了，打太久了。我昨天好像打了总共打了100多场吧，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100多场，因为德鲁伊好像就40几胜，然后十几败吧，然后猎人好像是16-5还是-4吧，还是打不回去，太晚了。这能干嘛？看打这么硬哦。这个人这样有点凶，我想要我怎么打？我没办法偷这一只啊，偷这个啊，然后中他，好像没办法。我注定每次都赢。新的配方。你说哪一只？对啊，那只现在这只是一啊。苹果放在头上。哦。好猛啊！永久传送。
传送门可以干嘛？哇，好猛哦！好像很厉害。你有我这只厉害吗？来了，马狗里斯，大阎魔，来，你跟我比厉害。跟我比兄弟多，结算后来结算后面就喷出去了，没办法。我最多打160级而已吧，真没办法，打太烂，真的打太烂了。救命啊！我被附身了！来，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超级龙水。超级龙水，今天开。等一下十点要先玩一下那个《梦幻诛仙》《青云志》，有没有看过《青云志》？然后那个玩到10点半，然后再继续打，大概打到12点1点，然后睡觉，明天早起，生活作息调好，新的赛季就从新的一天开始。我有看过、啊，我有看过《青云志》，我那个男的王叫什么？李易峰嘛，那个李易峰演的。然后跟那个女的，我想一下，演花千骨那个，我突然有点忘记她叫什么。新的一天开始 ，SIEN33， 谢谢你喜欢，感谢订阅啊。刚前面如果没有念到的，就是太频繁了，我没听到，没看到。总而言之，谢谢你们今天订阅的，感谢。不管是订阅还是新续订还是什么，谢谢。干嘛？这样子啊！你全都知道。哦，对，赵丽。10200阿杰夏季赛加油！谢谢你订阅啊，11个月，谢谢。我有 UID， 我操你妈逼，漂亮！可以加好友吗？可以啊，其实你们有加我，我都会加你们的，合理来说。然后这些可能是太久了。干嘛？你以为这个会长大？这是植物，这是植物，不是野兽。哦，快快快，爬起来，爬起来！我们准备要飞。